人毋是一个讲叫保安豆豆卖。照你豆豆卖啊。啊对对，你要啥？你看你看到？有啊，搁一包有无？对啊，讲遐遐伊出五百，过阵伊到三年，咱唔敢看到。再一个，再一个。如如你啊。个人爱回来。我是，哎、我无翕到，无我拄仔讲神，我咧讲。飞机钓啊，飞机钓啊，这黄鱼。黄鱼要大只细只？小的。小的来。我迄有花枝条，我想袂坐飞机钓，前摆袂记得去找咧，袂拢甲伊废掉啊。不要跟他吵架。差三块用钱的拢我。再跟他，我等下再封他，我等下再封他，再封他五分钟。不需要跟他吵架啊。我招一个买两百块，这三块来两百块，四块两百块，人来两百块就了。花枝条两百块。哎，来，赶紧买两包，我送你两百块。个人要食飞机条无？花枝条，等于你好用炒的，炒三块，炒芹菜就会使。啊，不要生气，不要对他生气。两百，无对袂符合两百块。两百块，来，姐姐来。这次封他五分钟，这次封他五分钟，不要跟他讲话。两百，无两百块了。来，你老结婚，老结婚能办？哎，大烟我办可以。可以啊、哦。还个人个两百块、两百块花出来，非常的好吃哦。好吃哦。哎、欸，买你个骨头的。啊，袂安怎？袂顶。袂顶啦，袂软啦。啊，够香。啊，真的哈。几百年前的吃，几百年前的吃。我感觉你在他诱导他说不该说的话。够人来吧，两百块。我上到呗。也袂。啊，对哈、哦。啊，够两百个人来无？头前一个吼，两百块，飞机就好食。杨飞，你要黄鱼一份哦，黄鱼你要。杨飞哦。哎，杨飞，真正叫杨飞呢。真的哦。啊，你黄鱼要大只、小只？哎，个人来问两百块，少少，你两百块个人来，两百块。杨飞，你黄鱼要大只还小只的？有小只也有大只的，四只五百个，六只五百的。哎，黄鱼来。黄鱼爱食啥？黄鱼四只方的，十二只方的，糖醋红烧店，只买台面开八百。猪肉你再留了啊！三百二二四百二二五百二二五百块钱，这六只二五百块钱嘞，起来起来。杨飞，我帮你留这个好不好？一千哦，我帮你留这个的好不好？一千啊，今年来去几条股啊？一千啊，慢慢的五百。一手会错啊，一手会错啊，你是嘞？五百啦，五百六百就。你气话啦！我早上都看你直播。啊，你买五百几，买千个块。我先来啦，黄鱼。好，这老九文。杨飞，我帮你留一份。我先不吃黄鱼。好，留了。来了，这三尾哦，四尾哦，我先来黄鱼，个人来无？五百块，五百留了。来了，辣椒，这椒来，我先五百块。我爸爸 OK， 鲨鱼你拿了 OK。黄鱼个五百块，来头前。